技术犯规我们是罚一次而已。海神现在只有丹阳这样的阵容啊。Jason Freeman 说：“靠我就够了。”一个。然后顺便让他在场上的威力啊，可以持续的展现。Freeman 高抛投，哇，精彩！超人装，我想现在很多服装公司都可以免费的提供。好，暂停回来 ，Freeman 两。因为我是 NBA 的现役球员，我就比较台子比较大，比较晚进来。Freeman 对位的是 Davis， 他可能要大家做一个 mismatch。哇，这次小打大精彩 ，Freeman 吃掉了 Deion Freeman。Freeman。给的精彩，杜萨斯要被吸到两个防守，然后又从人缝当中见缝插针，哇，24分，对，刚好跟他的号码一样啊。Freeman 左带右带，左手上篮，你看一下慢动作，稍微有一点5.8个助攻，跟中信的林伟汉是并列助攻王，看时间了，从去年的12月18就 Freeman。一个人带过篮球进有算吗？刚陈孝龙上了一课啊！罚球，好，这个罚球没问题。队友们制造了苏玉杰的犯规，下。Freeman 直接掉给底线的吴小景，他吃饭的地方没问题。Jason Freeman， 哇，再来补一刀。Jason Freeman， 好，再加2分，101比8。